就没有看到他。无林子啦，我甲你讲，伊若要对你走场，你也讲好，没关系，你慢慢骑。那你要，我要去哪里？啊，你要地点告诉他。我先跟你说地点啊。地点告诉他，然后你到场的时候，反正吼，你到场嘛，不一定随唱嘛。对对对。有当时还要等嘛。对。对哇，反正伊后头摆到位，你都开始咧表演。哦，对对对。伊都。够看到你的表演啦，对不？伊是你的粉丝朋友，应该是，应该是吼，在彰化那边的啦，就是喜欢你啦，对对对，所以他就问我，嘿，因为足侪朋友吼，真正对周囡仔足疼惜的，啊对，看到周囡仔伫舞台顶唱歌颁奖，哎是，落到台下，哦，啊，就安尼提物件送伊。哎，足侪粉丝朋友哦，其实你们都很好，真正足甘心的，比全部顶住较甘心。但有时候该放的要放啊，不该放的就不要放了，这样。是什么东西不该放？啊，就是像今天这个偷跑的，就不要看到我这样，都没有看到我。你们都有看到那个刚刚的心儿啦，哈。哎啦哎啦哎。啊，没有看到。就帮个忙这样。没有看到凯云。没有看到我跟他啦。啊，没有看到你们。洗头照。你嘛是偷走的啦，你两个嘛足奇怪，看到都家家吼，家家就是好伊尔，无要安怎？对，啊，不过就是会骂就对啊。不是，他伊袂骂，啊，不过就是心理上不平衡，别人会不平衡，别人会觉得要公平，要公平，